怎么着？你们家是不是有人在物业上班啊？对呀、啊，怎么着？你家是姓范不？姓范啊，怎么了？是你家老大不？我找范老大。那范老大是我哥，死四十多年了。别等，爸。嗯。这肯定不是找你大哥的，是找谁呀、啊？是找我大姐夫的。我大姐夫不就在物业吗？嗯，他肯定把人又得罪了。你说这人，我问问他啊。你问问他，大姐，不是你不是不是美女美女啊？哎，你找范老大有事儿啊？哼，他拉我们家店长。拉你们家？楼上装修那是你们家呀？是啊，怎么了？他把你们家店长拉了？是啊。活该。哎。拉对了，拉晚了。老爷子，你这可是在激化矛盾呢。谁激化矛盾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你们家天天扰民，你不知道说什么了吗？来，美女，我跟我爸说啊，没事啊。爸呀，干嘛呀你？我大姐夫把咱们小区人都得罪的差不多了，咱就别再替他得罪了。就这种人呢、啊，得罪就得罪吧。这。为了让老百姓睡好觉啊，当领导的就得敢作为。老爷子，你这是在护犊子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就护犊子了，好犊子就得护。老爷子，好了，爸爸爸，你本来去睡吧。好了，哎，大姐你消消气，爸，你趁这会儿，哎，没声，你睡会儿啊。行，哎呦，大姐你别生气。范老大呢？啊，范老大，不是。大姐你着什么急呀、啊、我爸他岁数大了啊，对不住啊，来你坐会儿。你让我坐我就坐呀，你算老几啊？我老二。我范老二。我不找老二，我找老大。你把范老大给我叫出来。行，街坊邻居的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是不是？来。哎呀，街坊邻居们，这么晚了还没睡呢，楼上装修吵着你们了是不是？放心，闸我给他拉了，这回清静了吧？行了，大家伙回去睡觉吧啊！哎呀，我回来了。哎，你怎么现在回来了？这都几点了，我还不回来呀？不是，你去加会班。是我这都几点了，我还加班啊？你别我，哎呦，家里边有客人呢。对，这是我发小。你快，小土豆，一边咕噜咕噜。这时候回来干啥？你就是范老大吧？什么范老大呀？好汉做事好汉当啊，是不是你拉的我们家店闸？哦，楼上装修那就是你们家呀？哼，我还正要找你呢，这都几点了，你们家还装修啊？扰民了不知道吗？我跟你说啊，你家这店闸我拉的。范老大，我告诉你。哎，行，我跟他说，这事交我啊，不用，干嘛呀你呀、啊？我都听说了，你都让人家给罚下来，都看大门去了，你拉人什么店闸呀？等会儿，你看大门的，你不是物业的？我是物业的啊，对，他以前是物业，这不是前两天啊，一车主违章停车，他也是好心，找俩人给人抬一边去了。等会儿，他咕噜咕噜，怎么了又？哦，原来抬我车的是你呀、啊。哦，那违规那车主就是你呀、啊！我找你好几天了，你找我干啥呀？你凭什么抬我车呀？凭啥？你咋停车呀？啊，那儿不让停车，你不知道吗？你那车一停，后面十几辆车出不去，我只能抬你那车。出不去，你找我呀？我咋找你？我找不着你啊！找不着，不知道打电话吗？我打你这电话3次了，你都不接。陌生号码我能接吗？万一是诈骗电话呢？那我就只能抬你的车。抬我车，我就告你。你告我，我也得抬你的车。你凭什么拉我们家电闸？这都几点了，你还装修啊？你扰民了，我就得拉你家闸。扰民了，你不知道告诉我吗？我找不着你啊。找不着，不知道打电话吗？我打仨电话你都没接。陌生号码我能接吗？万一是诈骗电话呢？那我就只能拉你家电闸。那我就找，我就告你。你告我，我也得拉你家电闸。你不管我啥动物，我就管你这个耗子。你骂人！我还告诉你啊，我跟你说，我就这样，知道吗？啊，以后你要是扰民的话，我还得拉你家闸；以后你要是违规停车，我还得抬，我就拉，我就抬，我抬了抬，你抬，你能咋的？还装上土了？
啊，我上面有人，我现在就打电话告你。你告我去，告我咋的？我都已经看大门了，你还能把我咋的？看大门？我让你明天擦大门。哎，别！哎呀，你少说两句吧！别打！哎呀，大姐呀、啊，你对我们家的情况可能不太了解，他老婆就是擦大门的。不是，你再告他，你让他也擦大门去，就一个大门，他两口子擦，是不是有点挤呀、啊？不是，大姐，你别告了，你给我个面子，行不行？算了。你哪来的面子？你算老几呀、啊？我老二啊，我算老二。没你的事，你别管。不是，大姐，这样，哎，我去给你电闸给你推上去。你有电闸钥匙吗？我没有啊，你给我，我不就有了吗？我有，我不给你。你什么态度啊？我自己犯的，我告诉你啊。你今天不把电闸给我推上去，我跟你没完！没完啥呀？你不就是告我吗？你告他！我跟你说，你到哪告我，我都不怕。我有理，我就是不怕。我还这么跟你说吧，你别说让我擦小区大门口了，你就让我擦小区公共厕所，该咋着我还咋着。以后你违规我就踩，你扰民我就拉，我拉拉拉拉你拉拉，你能咋的？哎呀，哎呀，行了，我说的，你消消气啊！呵，我这你干嘛呀？你这是？平常在家里啊，一句话都没有，你跟人家怎么这么多话呀？还抬一抬，拉拉拉拉一拉拉，你闹肚子呀你啊！我告诉你，他可不是吹牛，人家上边真有人，有人你怎么去看着大门？你不知道啊你？妈，你看我没骗你吧？这就是我男朋友，自我介绍啊。大姐你好，阿姨你好。我是，他叫啥？黄小黄、啊，我是王中王的男朋友。我们在一起都好几年了。是的。管谁叫阿姨呢？阿姨这声音好年轻啊，像我媳妇儿。媳妇儿，好啊，郭子，我是去查岗，你给我来这出，你这是公然挑衅呢，这是。不是媳妇儿，你听我解释，刚才我跟你视频完了以后，我就走这条道，往这走啊，碰见这个女的，完了以后呢，她就要跟我结婚，我说不能结婚，我有你，然后呢，她就说跟我入洞房，我就答应了。谁答应了？我没答应。然后呢，她就说霍霍我一会儿，然后霍霍我一会儿也不行啊，我跟你说，媳妇儿，挂了。你看，哎，我解释的没啥瑕疵吧？没瑕疵，没瑕疵。他听了以后不会生气吗？不生气，会厌气。我完成了一次自我救赎。你完成了一次自我毁灭的模式。哎，你这叫解释吗？你还不如不解释呢。我再给他打过去，跟他解释。你别打了，你打什么呀？你还打呀？你这一会儿，这哎呀妈呀，又来了！这回是我妈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！大哥，快！什么快？俩都来了！俩。先帮我录呗！我先解释。你别解释，你给我！哎、先帮我呗！不是！别闹了！你听我说，我告诉你，我出个主意啊，咱这个事儿咱不解释，不解释。对，你信不信我？信你！你什么套路？少一点套路，多一点真诚，这个事儿准能办成了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很简单，那、啊、这是我小姨啊，回头小姨来了，我一会儿我就接通。我这个也接通，我让他看着直播，这个事他不就明白了吗？哎，我看行，行不行？行。哎呀，只能这样啊！行，这么提吧。快准备，你准备，快来，就准备，我接了啊！啊！臭不要脸的！哎呀，大哥，都怪我，怪我！小姨啊，你靠边，关呢？在这儿呢？不是，这你坐着吧。不是，小姨啊，就这么着啊，我让你看，我不听。不是我让你看个小节目，你别说话，我求求你，千万别说话。来，让你老婆看上你。妈妈，我在这儿呢。哎，妈妈，你的男朋友呢？你看，在这儿呢，你看。阿姨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小伙子。哎呦，这也不是小伙子了吧？哎呦，妈妈，岁数大了会疼人吗？不是，看着没什么。岁数大了、哎，我怎么看着好像还有点不乐意似的？不是，他是腼腆型的。啊？怎么没头发呀？啊？那个清爽。嗯。哎，年轻人啊，你们的审美我不懂啊。行了。你觉着好就行啊！这男朋友我也算看见了啊！虽然长得，哎呀，岁数吧，哎呀，头型呢，哎呀，看着
哎呀，只要对你好，妈就知足了啊！行了，找这样一个男的，你就自寻多福吧啊！哎呀，你妈啥病啊？怎么老癌呀？啊，不是那个，你敏感了啊！妈再见。行了啊，这儿还没完呢。对，小姨啊，你看明白了不？这是我邻居小黄来打招呼。嫂子，误会了。不，你看啊，小黄啊，她没男朋友，但她骗她妈说她有男朋友，她妈呢又要跟她男朋友视频，所以说她得找个男朋友啊，就找我小姨夫帮个忙。我小姨夫不是那样的人，明白了不？啊，不明白。你怎么还不明白？他给你解释的那么清楚，你怎么还不明白呢？我是不明白，这么简单一个事儿，你慌慌张张的干嘛呀？我不慌张，我是怕你瞎想。你心里没鬼，你用怕我瞎想吗？这怎么就是嘛，小姨啊，我就跟我姨夫说，少一点套路，多一点真诚，这事多好办呢，对不对？哎，顺风，哎，其实刚才看见你啊，我就知道刚才肯定是误会。你看，郭子，到。这次的事儿就算是化过去了，以后要是再让我发现你整事儿，你就整我。嗯，行了，今天的查岗呀，结束了。李毕。这就是你说的温暖的光线呐，这也太温暖了吧，是不是贼暖和啊？你再不拿开，我脸上妆都要烤花了。这就是你刚才答应我的温暖的光线呐，小太阳威力无穷。看我，看我干啥呀？我看你干啥都给我烤懵了，我下边应该干啥了？音乐啊，对对，那个小黄啊，就是你在我心里的位置啊，用言语是无法表达了。那个，其实你在我心里就像是一首歌。你上那边干啥去？那老舅啊。哎呀妈呀，你说你这打的也不是时候啊，你先等一会儿啊，我忙呢，我一会儿给你回过去啊。老舅。小四啊，嗯，这就是你的心声啊。那个小黄，这个不是他的心声，那是你的心声呗。是我的铃声。你就别解释了，越解释越乱，咱这盘都过去了不行吗？行，是这样，小黄，就我啥意思呢，就是用语言和歌曲都不能表达我对你的这个感觉，都是苍白的。我为你，就是我都写下来了，你自己看吧。看，你看。乐了，乐了，这是高兴了。小四啊，你要是觉得我像呢？你可以发一个微信，你没必要搞得这么大，还让人举着吧？咋的？感觉肉麻呀？不好意思念是不是？给你念不就完了吗？这有啥的？黄小黄就像老鼠。不对呀，差几个字啊？这贴的有问题，你咋两半贴的呢？这还呀？不是，你看误会解开了，这不还有吗？爱大米，这我爱你吗？你爱谁爱谁？大胆！还要爱大米？赵刚那不收拾死你呀、啊？你给我有多远上多远的，行不行啊？行了，我上一边去行了吧？不是，我要走了，咋？那条你定是阿姨，你有完没完？我就是阿姨，你们别吵了。你们千万不能离婚啊！如果要是你们离婚了，孩子就是单亲家庭了，这对他的学习和生活有很大的影响。这瓶仙博士给你们喝，再见。听话，别吵了，再见。好有道理的样子。哎呦我的妈呀，他
他该不会以为我是你媳妇儿吧？你看你那个熊样，还想得到我？哎呀，真服了！哎呦，我的妈呀！你也不看看你自己，你头顶上顶个放大镜，谁能看得上你呀、啊？我的天哪！你还我放大镜就是放大你这种丑恶的面孔。不用跟我讲那些，我们把美的事掰是清楚。我告诉你，你在这等着，你别走，我回家充电去，我让你看看。你站着，这是我的。我告诉你，黄远黄是啥人，你打听打听去。你还跟我俩记个漏了，你等着。你们耳鸣了没有？他走了以后，是不是世界都安静了？大伙儿给评评这个理，是不是我扫了一下码？奶是不是我的？人气我不气，气病无人替。不能生气，算了，那不行啊，那我还得买一个，要不然回去跟媳妇儿没法交代啊。哎，再来一瓶。仙博士呢？哎，这机器是不是坏了？坏了！哎呀，这黄小黄说的对呀，咱冤枉人家了。黄小黄肯定回家充电去了。哎呀，这什么破机器呀？这是啊？哎，张米粒，张米粒，哎呀，你放心，我这就给你买奶奶，我知道。你不就爱喝那个辉山仙博士牛在身边奶更新鲜吗？放心，我这就给你买啊！我到机器旁边了。啊哈哈，给小米粒录个视频。我的仙博士，我的仙博士，哎，我的仙，哎，我的仙博士。哎